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套房，这是客人的厕所。客人的厕所。然后嘞，你就看到他的洗手的是用 Hermes， 没有错，就是 Hermes 牌子。Hermes 肥香皂。Hermes 香皂。然后他这个是用黄金打造的，全部黄金。然后连马桶也是。全部黄金，就坐在黄金上大便的感觉。只有一个字，爽。爽。爽。然后嘞，接下来嘞，就是这个。这边是什么？工作室。工作台。工作台。然后它很明显，它就是用 iMac 哦。就是如果你要 print 你的 boarding ticket， 那些全部还有 printer。还有给 printer scanner 自动 connect 去 internet 的。然后这个电话呢，就是你可以 call different service， 然后你按这个 button， 它就会来。不过我们先不要按了。Private dining operator。嗯。这个是我们的房卡。我们的房卡，然后这是他给我们的一封欢迎信，欢迎来到 Bush Aura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放 coffee 的地方，就会看到他的 coffee maker 也是黄金。黄金的 coffee maker。对。然后这里全部你可以喝，全部免费的。有茶，有咖啡。茶、咖啡、矿泉水。然后过后。然后就是吧台。吧台。吧台的话，你就会看到还有帆船酒店的 snacks。小吃、零食。看起来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可是都要钱。这边呢？这边就是它的饮料。小冰箱。可是这些全部都要钱、啊。这些全部都是要钱的。所以呢？很有钱的话是可以喝了。我们是不会去碰它的。然后这是刚才我们的 welcome drink， 他给我们 welcome drink。然后这个红酒呢，就是免费的。如果你要喝，你也是可以喝；如果你不要喝的话，就可以带回家。免费的红酒。对。然后过后，就是、这边冰块。刚才还有进来的冰块。然后这边一个 menu 呢，就是如果你要在自己房间吃饭，就 private dining 这样子，他会拿过来你房间。然后这个呢，看一下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 service， 还有你要什么 service， 你可以按哦。嗯。你可以看，然后还会写你的名字，还会称呼你。那 living room。嗯 ，living room 你要什么？你要听歌 listen， 然后你就选哦。嗯。OK， 然后出去，然后我们有房间号码1201，然后这个就是餐桌。我们就可以坐在这里吃东西，然后还有给免费的这个水果，免费的水果，全部免费。然后还有，噔噔，黄金黄金电视机。OK， 然后一开，哇，它就是，还是会写你的名字，泽明令，泽明令，然后你就可以选。然后嘞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客厅。我们的客厅。我们的客厅有什么嘞？我们客厅呢，它就会放这个帆船酒店的他们的特产，这个是免费，你可以带回家。他们的甜品。他们红枣。就是红枣啦。甜品啊。嗯。然后这里嘞，就是噔噔。黄金。黄金 iPad， 对。黄金打造的 iPad。就是、iPad， 对。不要羡慕，不要羡慕。一生人就一次，就这一次。然后你就看我们有无敌海景，非常漂亮的海景。无敌的海景。就会看到那边有 Burj Khalifa。那边远远是 Burj Khalifa， 这边 Dubai Tower， 然后这边是帆船，然后那边是私人沙滩，就是这间酒店的私人沙滩。嗯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是那个。游泳池，那边游泳池的，是填海出去的游泳池，填海出去的游泳池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一个电话，不知道做什么用啊。这边一个电话。然后 ，OK。杂志。杂志免费就可以随便看，随便坐，非常宽阔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你可以调它的 aircon， 还有它的那个灯。反正 OK， 你要一度灯，它就会暗一点。2度。3度、4度最亮。哦、oh, 啊，那你如果你要关窗帘，要怎么关？关窗帘，看这个button。
Open close curtain. OK, 我们现在来关。关要对着这个。关。关了咯。哇哦。就这样咯。然后你要开，你也是可以开。然后关完了，我们再开。你可以到一半的。啊，你按 open， 他就啊。然后继续开哦。然后好像如果有人来按门铃来敲门的话，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他的样子。它外面会有 CCTV， 会有一个 camera 看谁敲门，谁按门铃。对，然后过后呢，你这个 button 呢，你也是可以直接 call 那个 butler， 或者是你可以，好像他来他敲门，你就可以自动开门，你就不用下来开门，你就可以这样按着开门，或者是不要你按这个是 do not disturb， 不要给他进来。嗯。OK，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房间，有一个他自己的管家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这个套房呢，就是有两层楼的套房。然后这是 store luggage 的地方，然后这就是很美的 staircase， 然后这里也是可以调那个灯，零度、一度、二度、三度。三度的话，你就看如果二度跟三度差别就是这个灯，二度、三度。嗯。然后 follow me， 请上来。它的这些全部都是黄金，地上你抬头望地都是黄金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全身镜，你可以照全身镜。对。然后这个还吊得很漂亮，还有很特别的闹钟，它的时钟。就是这边有一个时钟。它的时钟，我们调暗点就可以看到。它的那个时钟，时钟 ，projector 照出来的时钟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漂亮的，你过来看就知道几漂亮了。哦，就是洗手盆，很明显的。然后你就会看到这边有 Hermes 男士用的香水跟洗手，古龙水。还有香皂，这是男生用的。然后这边是女士，女生用的，也是 Hermes 的。香水跟香皂，这全部你可以带回家。如果你现在舍不得用，你就带回家收起来。全部都是免费的。嗯，然后这个呢，就是黄金的秤。秤。站上去，不管你体重，都不是你的错，就是它重。不是你的错，都是黄金的错。就是它很重，就对了。然后这个全部也是跟楼下一样，全部都是金金金。对，然后你就会看到很漂亮的浴缸，在这个浴缸你就可以做 SPA， 然后还有很漂亮的海景图，有 无敌的海景图，无敌海景图。然后如果你不想要做 SPA 的话，你想要冲凉，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冲。每一个冲凉。那你看到它花洒全部都是黄金。然后它里面也是给那个 Homes 的那个 body lotion、body gel， 或者是 shampoo。然后这里呢，它就会给你放 sanitary 的那个 bag， 如果你是来源的话就可以放。然后还有 cotton bud， 挖耳朵那些。给你全部一个 full set 就对了。这边还有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什么用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来这里。这边一跑，这边又给你做，每个地方做，这里给你做到这么，看人家冲凉了，看人家洗澡，在那边看。那这边有听音乐的。Okay， 然后如果你要听音乐，你就可以按这个，按 play， 然后看大声、小声，或者是 stop 哦，你就可以一边泡浴，然后一边那个。这个你要把你的电话接去那个电视机。然后这个就是女性专属的化妆间。化妆间间浴室，这边有什么呢？这里有黄金的吹风筒，这是我的，不好意思，黄金吹风筒跟这个黄金的镜子，黄金镜子，然后你这个专属你自己的化妆台，女生就是可以在这里化妆，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放衣服的地方哦，它的枕头，如果你不够枕头，你可以自己拿，然后这也是黄金哦。OK， 就这样。接下来我们走到去，这边是哪里？人的卧室。Master room。对的，
哇是，哇一出来你就哦！可以看到 sofa，还有也是无敌的海景。无敌海景我们也是可以一样 close 个灯，也是一样，是电动的。一样，你可以按这个，然后过后嘞，这也是有一个电视机，电视机在哪里嘞？噔噔。哇哦！还是有写你的名字，Mr. Zeming Lim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你做 booking 呢，你做booking 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有你的资料，全部东西，他就是等着你来 check in 罢了。他就对。是你一下车呢，就是全部人在那边等着你，帮你拿 luggage，就是你什么都不用，你一下车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就直接进房间。对，然后这里也是有一个小小的冰箱，小它小放的饮冰料。箱。不过这个应该是要 charge 钱的，所以就不要动哦。然后过嘞，过就后是我呢，们的 king size bed，我们哇，躺的一下躺一下，睡床，哇，爽。我们的睡床，睡床，床。然后有镜子，这这边边也有有一镜个子，镜子。上面也有一个镜子，对，看一看。好了。好了，最后一样东西，就是。压轴。这是什么嘞？这就是一本 menu，一本 pillow menu，就是你要看。pillow 的 menu。如果你这个普通枕头睡不好的话，你就可以选哦。可是不到。它有17种嗯，不同的 menu。17种不同的枕头。啊，17种不同的枕头，就是如果你有 allergic 的话，你就可以拿 allergic 的，或者是你要 neck roll，你要 body roll，或者是你要放脚的 leg pillow，全部都有。Anatomy neck 嗯。pillow。全部 all 在这边，然后还有一个丢垃圾也要奢侈，黄金垃圾桶，黄金垃圾桶，就这样，到此结束，欢迎来到迪拜，拜拜。拜拜。